小鱼子。大家知道去年年底的公投以核党律过关之后，那2025年非核家园的条款已经就是宣告废除，但这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挫折，因为我们知道全台湾还有400多万的人为我们投下坚定的反核的一票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那大家也知道去年公投成案之后呢，永和团体的假消息四处散播，说核能是台湾不可或缺的能源，再生能源没有办法发展，但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呢，其实是让核电再次复辟，阻挡台湾的经济以及能源转型的道路。那这些核电方为了利益牺牲台湾的竞争力，让绿电发展停滞，让台湾没有办法跟国际接轨。而且其实永和团体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的是什么？他们不愿意去面对核废料到底何去何从，核废料到底要如何处理的问题。台湾的高阶核废料现在全部都放在我们的核电厂里面，没有找到永久储存的地方，而低阶核废料呢，更是以不正义不公义的方式存放在兰屿30年，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县市愿意接收我们的低阶核废料。那大家也知道，今年哦，有一个民调显示说，台湾呢有高达80%的民众不愿意把核废料放在自己的家乡，放在自己的县市。那就代表说呢，台湾人其实对于核废料的安全还是有非常大的疑虑。如果台湾要继续使用核电，却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的话，那就是再留子孙，我们留给子孙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垃圾。在冬天呢，我们有强劲的东北季风哦，可以提供我们离岸风电厂做发电。在夏天呢，非常毒辣的这个南部的太阳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台湾太阳能够驱动我们的太阳光电哦，可以有效的去解决我们在夏季的尖峰用电的需求。那未来再生能源不但会越来越便宜，而且有许多强调环境保护、强调 CSR 的跨国大企业哦，都抢着要来买这些绿电，未来要做这个100%的绿电供应链。那在这边现场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在今天中午11:30的时候，我们台湾再生能源的总发电量哦，已经到达了台湾总发电量的9.4%，已经超过了一座核电厂。好，大家尖叫鼓励一下。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核能呢，同一时间的发电量只有10.7%。大家说，现在再生能源跟核能只差了1%多，我们要用再生能源替代核能，难不难啊？我们是不是要再生能源，让台湾有一个更干净的未来？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已经走了，今年是第9年了。哎，为什么是第九年？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，日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？福岛核灾，大家忘记了没有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忘记福岛核灾，没有忘记1986年的臭肉堡事件，所以我们站在这里，请给我们后面这样从9年来到现在为止站在这里，始终成为台湾能源转型废核的中间的力量，一个掌声好不好？不管台湾的局势怎么变，我们就是一定会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知道台湾现在面临一个很险恶的处境，我们面临的国家主权的危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面临的民主的危机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我们要对抗的是什么？对抗的是台湾能源跟经济转型的危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不止在反核，我们是在捍卫未来子孙的生存权，我们是在捍卫子孙可以有一个好的经济体系跟能源体系的权利。我们今年已经9年了，我们的孩子们，我们每一年在第一排参与游行的孩子们，从幼稚园，你知道他们现在多大了吗？现在国中快毕业了。各位想一想，这个国家怎么了？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，每一年每一年不断的走上街头？我们是在为国家添乱吗？不是吧，我们是希望国家进步。但是有一群人，他们不只为国家添乱，还要为台湾呢拉着台湾往后走，那些人是谁？核电帮，对不对？
核电帮假借反空污，核电帮假借说什么再生能源不可行，不断的跟社会宣扬假消息。他们说这个核电呢生产的那些核废料每个人可以带回家里，大家觉得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你接不接受？不接受。但是他竟然可以用这个谎言到处招摇撞骗。他们推出一个叫做以核养绿，请问一下，他们只有核有没有绿？没有。完全是骗人的，招摇撞骗，用欺骗用谎言骗得了去年公投的胜利。今天这场游行我们定位叫做什么？叫做核电10%掰，就是因为核电现在只占了10%。今天废核团体主张的废核跟废核家园一点都不激进，我们讲的只是台湾最后一个核电机组运转满40年的核三厂那个机组，2025刚好要除役的时间。这个哪里是什么激进的废核政策？不是，我们要等到2025台湾最后的核电厂才会关起来。我们现在燃煤也在降，核电也在降，从来没有他们讲的说废核导致空污这件事情。我们真正取代的能源是天然气跟再生能源。我们如果加紧脚步，能够在2025真的冲到15%、20%的再生能源，我们完全不可能会需要核电。核电十八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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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生能源来，再生能源来，再生能源来，再生能源来。躺在这里，其实哈，某种程度其实是对核电核辅导核灾，我们在致哀哈。某种程度是也是在纪念30几年前1986年4月26号的特诺堡事件哈。我们的心情其实是蛮严肃的哈。我们希望全世界不管哪一个角落，包括台湾，都不要遭受到核灾的威胁。